汇聚时尚资讯，关注南方风尚。大家好，我是程琳。又到十一黄金周，咁今年嘅黄金周，香港好多嘅商场已经系蓄势待发，准备咗好多嘅优惠啦，同埋活动迎接大家。就好似屯门市广场、奥海城同埋中港城。咁第一站，我哋首先嚟睇下屯门市广场啦。屯门市广场位于屯门区中心位置，是集吃喝玩乐于一身的最大型商场，而且邻近深圳湾口岸，坐公交车 B3X 只需要20分钟就可到达。屯门市广场汇聚超过400个国际著名及本地品牌，包括个人护理品牌、影音电器、百货公司、饰物珠宝等等，更有超过50间美食餐厅为顾客带来一站式消闲购物体验。中秋国庆期间，屯门市广场和美国艺术家 Alex 合作，打造全香港首个电话簿雕刻展览，展出多件以古今名人肖像为主题的立体电话簿雕塑艺术品，令大家一睹有如鬼斧神工的雕刻技巧。艺术家 Alex 更特别为展览雕塑出李小龙、刘德华、姚明及刘翔名人电话簿人面雕刻，作品属于全球首次展出，为电话簿雕塑馆注入更多惊喜。I have to say the highlight of the exhibition was when I first came in and I saw the layout and how it was exhibited. It was very enjoyable and very interesting.嗱，而家带大家嚟到嘅第二站就系奥海城啦。呢一度咧为大家提供咗好多贴心嘅优惠啦，同埋精彩嘅活动，令大家喺购物嘅时候咧，亦都可以享受到满载而归、称心如意嘅服务噶。近嚟奥海城不断引入各类国际知名品牌，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嘅购物商场。比如独家发售多个国际时尚品牌嘅时尚概念店 Modern Shoe。苹果产品专卖店 DG Lifestyle、 英国著名服饰零售品牌 Marks & Spencer 以及时装王国 Zara Group 旗下首间专门店。无论是精英高层定是注重生活质量的生活家，奥海城都是购物血拼的明智选择。奥海城自由行购物专车现在已经开通了，逢周六早上免费由深圳中心城往奥海城。十一黄金周期间更加是每日都提供。想到香港血拼高折扣名牌，一定要到交通方便的中港城。位于尖沙咀广东道的中港城，成功打造为香港市区唯一名牌折扣商场奥特莱斯，约30间名店全年提供大量低至三折优惠货品。作为时尚达人游香港啦，嚟到香港购物咧，中港城就是一个唔错嘅作战场地啦。呢度咧汇集咗国际好多知名嘅时尚品牌啦，诸如召集咗运动品牌马拉松 Sports 同埋美国著名嘅时尚休闲品牌 Levi's 等等，可以俾大家有好多唔同嘅选择。除此之外，中港城更加齐集咗知名森容海美、化妆品及个人护理品牌商店。如北京同仁堂、莎莎、曼宁、屈臣氏等，能够满足顾客购物的多项需要。而经商场扶手电梯可直达的平台已经进行商户组合大革新，已经有多家全新露天餐厅纷纷开幕，令顾客可以在购物之余更加近距离地欣赏到西九和中环的迷人日落景致，是享受醉人维港、悠闲雅座和特色佳肴的一站式好去处。